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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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去了，大哥。好，哪里给他堵？海带快，海带快。电线走到，电线垮的，快的，都没拿伞都快，海带快哟，好吓人哦。哎，南门加油站呐，个人已经第一次都给我安完大加油站，都个人。
送你几分钟，慢慢的吃。 包括那边，房子保了7栋，目前为止是保了7栋，大部分人已经被我们疏散出来了。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在里面，就是一些这边没有亲属的一些老人家，带着小孩，就是留守老人那种，就是自己的儿女都在外面打工的那种。因为他们出来也没地方去，他是这样的，他很多人呢，他在家里，因为家里有一些家电的那些东西，他在家里看家，所以他不愿意。没得耕了。 现在是颗粒无收。时候已经腌了3、4个月，也是这个时候放8水，一直等到8月8、9月的时候退下去。我吃个茄子吧，这茄子啥？我看到前面那个茄子。 高兴公司今天子还赔的好。哦，每个小时，每个小时给你收，每个小时。